家好，我是准达豆娄月清校长，也是2024年 JCI 珍珠至尊楷模人物奖的得奖人之一，非常感恩能够在今年呢获得这一项 JCI 至尊楷模人物奖。这无形中呢对我在这一个教育慈善福利事业方面呢40年的一个认同和肯定。因为教育呢，如果没有爱，它就没有教育。我们希望呢，身为所有的这些领导人，包括校长或者是企业界的，我们都要激发我们老师们对教育的那一份热忱，再把这一份爱的教育火花呢，传授给予我们的孩子们。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我们希望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的这个火花能够越燃越热，源远流长。因为教育呢，它不是注满一桶水，而是点燃一把火。我们校长激发老师，再由老师激发学生，学生回家再激发家长，那么这个就是环环相扣的爱。我们希望孩子们呢能够活出自我，超越自己，为我们马来西亚下一代能够有更辉煌的成就。每一个孩子呢都是爱的种子，他们都是自己的个体，所以呢我们身为教育的这一些领导人呢必须要有教无类。我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这一些女性的校长们或者是女性的企业家，在这个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呢，我们必须要富有爱心、睿智，甚至呢我们要做到入得厨房、处得厅堂，更要上得殿堂。因为在这一个社会，我们需要付出我们的努力，还有我们的爱心，不只给予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家人，甚至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爱传播给我们的国家，甚至是全世界。这就是所谓的大爱的精神。我非常感恩 JCI 能够给予我这一次的这一个认同和肯定，获得至尊楷模人物奖，更要感谢 WEA 对我的认同和肯定。希望未来呢，所有的这一些妇女们呢，都能够活出自我，超越自己，生活越来越精彩。Thank you, JCI Pearl. Thank you, WEA.See you next year.